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大树身上了。那个鬼脸我也不知道是谁啊，反正就是有点像荧幕保护装置那样。觉悟，稍微。举目照做。OK，自己からに年後。はい、はら、おいて、この島に戻って、のんだめて。そうで、ちぶとら。那个地方叫他这那个中庭嘛，那我们回到中庭去。他走进去，追上去。Hades. 那个轮椅就过来。那会员留下来的那个手杖啊，就可以明显看出来说，他做了一些
不人道的一些治疗方式，是为了救那个朔夜，但最后还是没救到。这个轮椅跑过来了。擦身而过，我还是要打。两发就死了。I'm sorry， 看得爽。他好想在中庭那边看到很多人在那边，准备要就是开化了，反正就是到中庭去就对了嘛，差那么多。那时候大叔就觉得，比较安心一点，他的武器超强。到我们要去配电室那边，也会经过中庭。要声音了，不过我们还是先到4楼。朔夜的房间呢？我们再去一次。
那房间真特别。约自己，没东西啊，刚刚日记说也只有讲到他弟弟而已，还有他妈妈，他知道他可能，他希望他不会最后步上他妈的道路，可是看样子有可能会，所以他很担心他弟弟会为了他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例如伤害别人的。不过最终他的弟弟还是做了，好好，他很想跟他弟弟一直在一起，因为之前应该有讲到一些事情。我靠！出预料。
康辅剂。护士，那护士的人生日记就会感觉到说，是不是有什么大灾害要发生？因为树叶好像是被管理得更严谨，吃饭的什么东西啊，都需要有专人。专人送就对了，贴进去了。他在那边的话，被从另外一边进去才行。想一下，从这边绕过去。这个房间应该是亚叶子。对，往亚叶子方向走。怪怪的声音。那日本的那种幽灵系列的东西，就喜欢的声音。有这个。已经开化的芽叶。准备一下。
多くて。汚れてが。就一颗，第一次拿到这一颗的。还有，哦，到处都是手杖。嗯，原来黑猿，原来那个灰原耀啊，他年轻小时候的时候也是跟雅叶子一样，有这种倾向。他居然觉得他自己的女儿，但欺负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我有病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？现在有东西没拍到，他的门只要出来就出不去。刚的一瞬间是
迷东西。算了。电梯都是停在这一楼，重新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到中庭去。什么东西要来咯？需要直接打赢他了。赢了，两发而已。发而已。
还有没有很强？东西，也没有造不出来，有了。配件师应该是这开门了，太慢。OK， 看起来好像出来了，但实际上不在。开门。这就是等级提升的树叶最后待的地方，最后最终所待的地方，要不然被关了。写这个人呢，这一个手机里面写的东西啊，主要是讲说，树叶已经躺在那边，其实看起来像死了的状态，就是他做完神乐之后，就已经完全开化了嘛。那他想写这首这个像是
那个只手割样子。那就是说，最终还是要把它，就是要为了防止那种开花，就把它要把它的扁领皮给剥下来，就可以防止。那这个是这个祭之攻手的手技啊，他一直肯定有点害怕了，还有一种冲动想要把那个女的也剥下来，可是因为有被交代，不行，他应该很害怕。又要找地方。最难找的就是这个，怎么算了？嗯，我听到声音。太犯规了！从画面以下的手，谁会拿得到？不是，谁看得到啊？超犯规！哪里？看到。嗯，算了。面具。キリシマさん。さやかさん、どうして？その仮面のかけらを。あの子に渡してください。大切なものです。でも、ルカちゃんがどこにいるのか。あの場所です。あなたが昔、ルカを見つけた場所。もうあまり時間がありません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サイカさん。霧島さん。またあなたに助けられましたね。小夜哥突然出现，但是刚刚在玩那个刘哥的时候，他把这个东西交给他，就是在讲，因为讲之前的事情。他是死人的啦，刚刚那个完全幽灵。
那接下来就是要找刘哥嘛，就要去楼下。这一次有声音的。应该怎么懂？很难拍啊。太低了，太吵了，就离开吧。哪里？看下地图。先地下。我靠！下一个攻击我。搞不清楚方位了。在打你，哦，终于。黑道都看不到画面了，根本用猜的。哇，又旧馆去了。先跑，
量是很还是还有三个同样的分针，来再多都一样。哎，电话响了，我要去接一下。在醒来的时候，我还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情。苦无知乐，已经结束了，全部都没有了，大家都开了，姐姐。哎，还没讲完，话讲一半就挂掉，没礼貌。哎呦，结果还是搞不清楚啊，他到底想讲什么？下次希望他讲清楚一点。电话接了，然后我们要坐电梯。最下面，应该没有错。他有多强啊，我手上的东西真他妈超强、欸、来呀、啊、中了，这应该是中了，
来啊，畏畏缩缩的。我的洛克炮已经集到最高了，还不把他摔受死。他摔我。我的实况有放在 YouTube 上面啊，可以看哦。有重新有那个，我有实况过水晶步行。死了。お母さんに頼まれてきた。もう安心だ。これを。爆闪啊！你说这个啊，这个是要在灵力值是零的状态才会有用，几乎没用到，所以就没用了。那个换没有什么意义啊，按没有什么意义。他这招也只不过是把敌人弹开而已，我现在不需要把敌人弹开。好，他刚刚说在某个地方等我们，哪边呢？他有电梯，我也要电梯呀、啊。电梯自己动。鬼ごっこ、結構面白かった。他说：“捉迷藏还真好玩呢、啊。”可是我们要结束这个捉迷藏。他跑过去以后样子好欢乐、哦。你这里哦。别西嘛，多扩大！何もかも。还跑，还跑，你在跑啊！好了。
鬼ごっこはおしまいだ。全部なくなるんだ。也就是说在两年前他早就死了，现在只是灵魂在这边在把未完的心愿了结这样子，因为毕竟这件事情还没有 真正解决。那刚好刘哥他们就刚好回来了，就可以把这整个事情结束，那最后应该他们也成佛了吧。我想接下来的角色们